在士林中正路上的 One Bite To Go Cafe and Deli 是国宾饭店餐饮体系下的第一间美式餐厅，有国宾旗下缤纷面包房的现做手工面包撑腰，招牌的 Pastrami 啪啪牛肉三明治选用了手工裸麦面包，内层的啪啪牛肉是经过天然海盐及香料精致入味的细嫩薄切牛前胸肉，送进烤箱低温慢烤之后，在面包里一层层的铺上7盎司的薄切牛肉，咬起来充满分量感。另一款招牌则是由洋芋、洋葱、甜椒、蔬菜切丁和香料牛肉拌炒的铁锅早餐，煎上半熟太阳双蛋，搭配香气十足的肉桂卷，让人看了就有满满的好心情。